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 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OKR 培训机构。那么最近 OKR 这个词呢变得非常的火红，很多人都在询问到底 OKR 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其实 OKR 就是指你的目标还有你的关键成果法，其实它是一套非常有效的绩效管理的一个工具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 OKR 相关培训的一些资料呢，请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台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的公司会为你提供三种不同层次的这个训练，帮助你成为一位合格还有专业的 OKR 教练。所以你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呢，请欢迎联络我们的团队，让我们呢可以为你服务。谢谢。